这一段时间，尤其在全明星，我们已经三季了，今年第四季，我觉得他整个人也成熟很多，也长大很多。嗯、对，我觉得他更稳重了。对，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人就会秉持他过去的那个优雅的姿态，把他跨过去。对，好，左边一起，左边。我们现在刚开始，感情不会太好，稍微要有一点竞争，好不好？两位右边哦。就是他们常也就常他太安静了，我就常常忽略他。不过的确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单独对战的是小火锅，的确是有一点点不习惯。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还没有找到抓到他的一个节奏，所以的确是有一点点不太习惯，正在适应当中。对，小杰今天也没有来帮我加油，真的是，我们就已经讲好要结合次要敌人，他就是次要敌人啊。他对郭哥来说，他也是次要敌人。哎呦，其实今天红队的也有来，都有来，说实在的都有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只有他告假，他告假，对对对。他怕你们啦，但是红队都有来，真的今天红队全部都有来。嗯、你现在忙点忙，都有来都有来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小杰有，前姐也有关心一下小杰私底下的一些事情嘛，因为你上次说就是他前妻回来你会生气。这个我们今天要破纪录，还是要多讲我们破纪录的啦。小杰下次他来，你们自己再问他好了。对对对，他不在我就不用救驾了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应该不会吧，因为过去我觉得他都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也提过，就是他都处理得非常的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时间，尤其在全明星，我们已经三季了，今年第四季，我觉得他整个人也成熟很多，也长大很多。对，我觉得他更稳重了。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人就会秉持他过去的那个优雅的姿态，把他跨过去。对，前姐，你上麦不是说前妻来你会生气，要不要真的来、欸？一语成谶。他今天没来，今天小火锅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小英子，我早上看到了新闻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讲啊。”来最左边。好的，谢谢。那小杰跟大家打一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小英子，我早上看到了新闻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讲啊，我又不想提你。”啊，这不行，这没力气耶。对对对对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对啊，我走进来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都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语塞好吗？就想说什么就说。看新闻还讲？哎，没有，我新闻下面说，哎，小姐要来李九镇的记者会，我说哦。所以他也在看，很感动，对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你这有点硬接哦，对，我硬转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因为他为了你还硬要出席，不然的话，对，其实这个家我是小杰，我可能不出席。我们知道没有了，我幻想。No. 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也照顾一下江宏杰好吗？哎、欸，你会唱哪一首？在旁边。我们出去的时候，你应该都也会啊。我也会。来，你唱一下，我们接。哎、欸，这真的都没有 rap， 这一切都是。因为他的歌真的是我们朗朗上口的歌。哎、你觉得小杰 OK？ 最后那一天其实我会。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补我们刚刚后面的？你可以开个头吗？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。他刚刚唱最后的那一天，好像是前天吧。喂喂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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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听啊，刚刚小杰也是力挺你，然后现在他的心情状况有没有关心一下他？我跟浩，然后我们都是很 close， 然后啊、对我今天非常的感动，他也很现在很辛苦，但是他来听我，我就非常感谢他，我很爱他们了。然后，就希望一切都顺利了。对，老婆应该会来吧？老婆也，我也不知道老婆你会来吗？我对，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我对还不知道了，因为多久没有看到他呀？其实我前几个月就看到他，回去看到他，但是，啊，对，就还是就觉得，很想他、哦，很想他，然后就希望他也可以来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不一定了。对，你要请他先准备的，嗯，尽量能够来就来。
对，如果可以来的话，我也会开心。但是没办法来的话，我也现在就这样子没办法。